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不愁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来，过来插眼儿。AQA 直接把眼儿排了。说好的积木呢？这把不能玩积木，这把玩积木不早干的吗？这把玩积木，这不废废了吗？绕他一圈儿，等一会儿啊，这个位置出去会被眼看见，会被小兵看见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出去，得等一等。哎呀，还是被小兵看见了，我靠！这样卓德是我的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还是有点薛威是有点着急了。打蓝，嗯，把他红打了，打完以后上去直接上去跟着铁男干。他升不到二啊，不要等他升二再跟他干。那巨魔一级老狠了，116点攻击力。我们也回家，他回家了，我也回家。无处可逃。你这不又死了吗？你要老一直跟我硬干的话，那我们随时奉陪，好吧？没有人能侵入我的阵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直接起来咬抡咬抡而且他还交闪现了，就喜欢打这种近战，你知道吗？打这种近战又没位移的，就特别的舒服。没位移跑得慢，没减速。反正出门咱就干。谁也别怕，咱们出门就打。就喜欢这种铁头娃。三层塔皮没了。三层好像不行，两层吧。三层吧。
不拿白不拿，溜了。无敌了，五分钟不费蓝，吸蓝刀了。我们来一波七分钟一塔，八分钟二塔，十二分钟上高地，十五分钟直接全拆没。好，等这个小兵没的，等他往前走一步，我们再上。好。直接闪现顶吸住，咬走位，抡咬抡抡抡，这大棒子大不大？我们的血越不是血呀，我们的蓝越打越多。让蓝枪过来分一杯羹。蓝枪不来我们就拆，不用管了。这回得走了，顶，没有虚地，你这么半天不去打个红啥的吗？哎呦，抡抡，我死了，往这儿来了，没办法啊，我来个提亚马特吧。电刑皇子那没办法，要是个征服者还行。我看这蓝枪要 buff 也没啥用，真的，他才五级，那等级太低了。这蓝我要了吧。不一定能打得过你。我先把铁男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再去得红。吸顶。算了，这红不太想拿。浪费石干，浪费我拆塔的石干。马上这波他有传送了。哎，我们其实可以留他一手传送，你知道吗？让他传。算了，他不传，他不传拆了。一会儿黄子给你送红，我先去红看看。没了吧？没了，我们就打峡谷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要一下，避免他们知道我在这打峡谷先锋。
骗自己，怎么能是骗自己呢？这地方看不见。你们可以自定义试一试。黄子干啥来了？黄子给我送红来了。黄子，黄子给我送东西是不是？放我进去。这有点烦啊，三包一确实是有点烦。他直接诓我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不过铁男抢人头并且值钱了，铁男值钱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来吧，拆个二塔，上个高地。刀妹死了。不用管呢。哎，这塔咋没掉呢？顶。哎呀 ，Q 闪，吓我一跳。哎，怎么办？打个石头人回点血。顶你！跟他要圈，然后这边把他杀了。他打不过我们，先吸点血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啥？你会为你的值钱而付出代价。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在我的王国里，高地没了。小兵没进塔，哎，有点烦。别追了，你追不上。你今天能把我追死，我门口那个小狗拉的屎我全吃了，行不行？追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原来是有贝尔来。我们家门口没有小狗，上当了。你给我签一本，不用，不用了啊，不用你破费了，太麻烦了。这波好像中路的塔能拆呀，走，我们先去把中路的塔给它拆了，要抓紧一切的时间来拆塔，知道吧？看哪个地方有防御塔就去敲去。拆的越快，对面越扛不住。让对面打小龙。
两个人怎么不打小龙过来抓我来了呢？有点可恶啊！得整小反甲了，整他妈小反甲！现在需要制定战术。我们的巨魔没有别的出装，就这一套。为了谁出？为了防御塔而出。你以为我要去打团去？我去打团，我出点冰心不好吗？不是人人都是晴天，明白没？刀妹有伤害就让他有，无所谓。走，峡谷先锋拿一条上高地。来打，太装备了，你啥装备呀、啊？完了，咬错人了，这怎么能咬错人了呢？这怎么能咬，能咬那谁了？咬峡谷先锋了呢？哎呀，是真难受，这波死的是真是死。真是难受，真是傻，怎么能咬着峡谷了呢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这怎么咬着的呢？要不然其实这波能打了。哇，这么猛的刀锋，传上喽！那这不能放你走了啊！这肯定是不能放你走了。你想走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刀妹给瞎当了，挺好。哎呀，这边小兵兵线没到啊，把下路拆了。你船上中路高地没了，对面炸弹人推完中直接推下了，那就让他们推。没就没呗，我操！哎，这没拆掉，哎呀，这把点儿有点背呀，这把实在是有点背。158，连着三波呀！连着三波，真的，纯粹就是连着三波。这铁男怎么回事？这波我们去下路，不去上了。上路有波比在那带线，不去了。不拆啊！先吸他，别着急啊，先吸他。
好，加了护甲魔抗，开始拆塔，顶一下，往右边拉，开始拆塔。刀锋来了，来了我们跑，闪现，好一 Q， 走了。我跳弹，哎顶，跑快快！别追了，你追不上，你这回要能把我追死啊！门口的小狗，那狗屎我不吃，那我肯定是不吃。那炸弹人怎么有大招呢？打到基地了，怎么还干到基地了呢？走，打大龙的，对面送我们一条大龙，快点来呀！那搁那干什么玩儿呢你？管他们倒霉！怎么就那么慢？啊？怎么就那么慢？让你们打条龙，怎么就那么慢？那里头有眼儿。一会儿让那皇子给抢了，我告诉你，千万别让人给抢了，千万别让人抢了。干他妈啥呢？啊？哎，这刀锋有点炎不行。2200，我得要个板甲，跑得有点慢。这对面有大龙还怎么推？对面有大龙就不好推了，推不掉了。这波打刀锋，我估计能打。我应该不太怕他，他跟我打不一定能打得过。还有春哥，走了。打个红的，白打一个春哥还行。
别来，刀锋别来，哪那么多人呢？就刀锋是没来，我们来个皇子儿。往右边跳啊！哇，好厉害！十三没有到，三个打一个都打不过。没事，我马上到。杀疯了呀！这差点让他给杀疯了，我天哪！哇，好痛！好的。我顶他一下，哎呀，刀锋没活，皇子死了，炸弹人搁下路，这波中路高地下了，我要推他两路。高地上插个眼，别着急啊！对面如果全出来，我直接传到这个高地，然后拆他家两路。先把兵线处理一下，在这等一会儿，看看对面的人都在哪儿。首先，皇子在上路，刀锋没看见，波比也不知道在哪儿。啊，炸弹人也没看见，稍微等一下，别着急。刀锋在这里，皇子在这里，还等吗？好，波比在这里，我们直接走上高地。直接把铁男杀了，能拖住不？能不能拖住？直接跑！没事，对面没有兵线，这波我们家赚了啊！还追呀？啊？跑，他肯定是跑不过我们。往上面走吧，往上面走回家了。他没有视野，他也不知道我上哪去了，他也不能过来。我再来一个板甲，跑得快。别的没有，就是跑得快。我这皮还不换了，皮还。
来个队友啊！把他杀了！你就在那抠！大龙对面能挡掉吗？我能不能直接传送？就是硬拆能拆不？我硬拆能拆掉不？小龙不能给啊！把黄纸杀了，来！两个小妖德尔人，没事，我们就把胖哥往这一放，跑 Q。你给我聚一聚，我传到上路，把上路兵线带了。等一下啊。吸了他跑吧，哎，蓝枪来了，漂亮蓝枪，哎呦我操，你给我顶，我可以绕圈下去，哎哎，哎找不着，我挺进咬刀锋死了，你们这不完了吗？刀锋死了不就拿下了吗？让我顶了，先不上，先不上，漂亮莫干啦，蓝天踩死了，剩最后一个塔给我拆。我吸，狙击，不热呀、啊？还能顺便夺了敌人的冬装。